葛洪外修五式功法，调节肝脏，顶天立地。具体操作：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目平视，舌抵上颚，上身保持直立，鼻吸鼻呼，全身放松。双手食指相对，掌心向上，置于腹前。这个动作大家可以停顿一会儿，静心感受一下是否心境平和，整个身体完全放松。之后双掌经胸前上托，托至下颚时仰头转掌心向上，再双臂用力向上托举。托举时一定要稍微用力，将双臂伸直，慢慢头回正，双手掌竖直，轻轻放下。重复上述动作，反复七次。做完后，将双手搓热，轻按在眼部。双手掌心劳宫穴按在眼睛上，手心对准眼球，然后运动眼球，上下三次，左右三次，顺时针三圈，逆时针三圈，转动的过程不宜太快，直至双手移开为一组，反复七次。闭目一分钟后睁眼，完成整套功法操作，及时效果及调理病症。针对人体肝脏功能失调、肝区及两肋胀痛、更年期综合症、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粘、青光眼、白内障、脂肪肝、抽筋、动脉硬化等疾病均有明显效果。用心练习，皆可见证疗法神奇。眼病患者操作此功法后，早晨起来会出现排眼屎增多、眼睛清亮的现象，说明肝脏的经脉正在打通。更年期综合症患者出现的烦闷、燥热、失眠、盗汗、精力下降、月经不调等症状均可在一个月内得到缓解。长期练习，血压将会恢复平稳，三高等各种头晕、眼花、手脚发麻的症状都会得到有效缓解，肝区胀痛不适的症状明显减轻，脂肪肝等慢性疾病都有明显的症状减轻或缓解，身体的侧面都是肝胆经脉走行的地方，经常操作此动作可疏肝利胆，促进肝脏疏泄。如果配合内服方剂葛洪桂龙药膏，肝脏常见疾病及症状会在两个月内基本缓解。调节心脏，孙喉挠痒。具体操作：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舌抵上颚，双目平视，上身保持直立，鼻吸鼻呼，全身放松，双手平举，左手置于脑后，右手四肢并拢成空心状，拍打左腋窝的极泉穴，保持力道适中，反复拍打七次，左右手交换，右手置于脑后，左手拍打右腋窝，各反复拍打七次。如果有老年朋友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心脏供血不足，气血虚的，就左手臂平举，右手四指按压左腋窝极泉穴，顺时针按摩七次，逆时针按摩七次。
左臂做完，换右手臂平举，左手四指按右腋窝极泉穴，同样顺逆各七次。操作完成后，双手经体侧直立还原，然后左手平伸，右手五指并拢，拍打左臂肘横纹处，反复七次，保持力道适中。换右手平伸，左手五指并拢，拍打右臂肘横纹处，反复七次，保持左右手同等力道。及时效果及调理病症。此功法针对人体心脏功能下降及引发的胸前区疼痛、心绞痛、心烦、失眠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、心悸、胸闷、气短、心跳无力、盗汗、心绞痛、冠心病、心律不齐、心肌炎、风湿性心脏